啊，同学啊，很像啊。你是陈其迈的同学哦。对啊，大家好。而且你一旦电话唔卡，啊，我咪卡，你再买好卡。好啊，电话卖卡，有代志我要派出所讲。你做这种话袂？你要创啥？啊车，你车你用头砍呢？医生用一砍我，我讲白贼吗？啊，敢是去迄个的你呀？你搁咧讲白贼，讲啥白贼啦？来，我啊，因为我家己伊厉害嘛，我跟齐妈讲笑话嘛。嗯。我跟齐妈同学啊，很像啊。你是陈齐妈的同学哦。对啊。在我靠！而且你一旦电话用卡，啊我咪卡，你再买好卡。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啦，我随卡随卡。好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！你到底对？姚明啊！你姚明啊！哎，我卡，我卡，你有卡一电话卡一度。好啊，电话卖卡，有代志我要派出所讲。哎，阿哥开这电话，伊在车嘞。哎，我卡一下，再叫我卡一下。我面都看拢无嘞。我卡一下，讲一下，我出来讲一下。所以，所以，所以，啊！你说酒用过未？酒用你要创啥？车，车你用头砍呢？医生用一砍我。我讲白贼吗？啊，敢是去那个的你呀、啊？你搁咧讲白贼？他妈拍错我讲，你卖快讲，好阿公，好写好咧，跟你讲，你讲好阿公，你好阿公，好阿公，好阿公，你讲我真好，跟你讲，好阿公，好阿公。当时刘贤看到原警相当激动，并谎称其为市长的同学，要求警方打电话联络市长。当下原警先安抚其情绪，刘贤竟妄想还逃进庙里，不想面对。并且辩解该部机车是自己所有，最后待支援警力到场后，将刘贤逮捕，全案依涉嫌窃盗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